心脏是不是像石头一样硬？可能会一样硬的，知不知道？鸟心石植物报道。木材部分深色而且坚硬如石，所以称为鸟心无形石，是台湾贵重木材之一。因树皮的斑纹有如卢曼的皮纹，因此又称为卢曼，为低海拔变色叶常绿乔木，叶片不会因不同季节而掉落，而是逐渐老化转红再先后凋落。树皮呈薄橙灰褐色，外表平滑，叶为深绿色革质，叶芽被附着金黄色的绒毛，叶子呈椭圆状被针形，全圆偶有波状边缘，具有明显的脱叶痕，花为单一叶身，花背偏淡黄色，骨突果分离，木质化釉色且有斑点，成熟时会开裂为两半，果实内有红色种子树莓。